型男同乐会队友来捣乱，耍尽怪招，一秒断片，爆笑不断。你很少参加这个单元，对不对？但我在旁边会观察。底下观察都有猜对吗？没有，错的比较多。今天是好快，今天是一爆，碎碎碎碎，好看好看。快一点！豪华带壳海鲜超油料，鲍鱼、蛋菜、蟹脚、蛤蜊、炒虾，通通来报道。渔夫海味虾汁炊饭进去，很容易就啪啪啪。然后这边火加大，哇，微软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海皇宫啊，渔夫海味虾汁炊饭完成。不建议吃的地方在这里，比较多细菌比较多的地方，这边是不要吃的。地砖拿来随便涂一点颜料，它就有一种工业风啊，有一种工业。其实很豪迈，看起来。钛金属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就不怕刮，下去它挥洒都没问题。基本上一般在家做一些可能会掉掉的动作，然后它都不掉，我觉得这蛮厉害。这样就起来了。对啊，这是香的不得了。啊，那盖子。你冷静，你冷静。型男同乐会，豪华海鲜带壳料理秀。我们看完的哦。哎，你说的好吃好看又好玩的型男大主厨同乐会又来了。我们准备要点兵点将，对吧？是，点兵点将。两位今天是队长。我们要换个方式啊，你们互猜，来选队长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俩先来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出慢出还输。好，你选什么队长？陈哥，过来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你选？不要制造纷争，不要这上次我选母狮哥轮流。没有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记起来就好。哎，两个，来哦。哎喂，剪刀手，嘣！轮流嘣！你这就会赢自己人。上一集话更难讲。我想赢啊！好，选队长。好，我就站这边，就这边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呼叫。好，带壳海鲜料理，欢迎第一棒米哲师傅。好，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道的带壳海鲜，是菜名叫做渔夫海味虾汁炊饭。它的特色里面内容是妈祖蛋菜。然后这个是花蟹脚，计时开始。好，首先砂锅里面，但时间你没办法用炊饭的方法做嘛？对，熟饭对比较快。洋葱丁，砂锅里面。我靠，砂锅真的很烫。砂锅的火我帮你关掉了，因为刚刚太烫。然后蛋菜的部分就先加进去。哦，直接放进去了。对，直接放进去，因为需要焖，然后来炒。平常砂锅这样是适合拿来。炒东西或是硬的会稍微小心一点，有时候底下会裂哦。它什么情况下会裂？我说太高温，你的冷的下去烧了，热胀冷缩哦，热胀冷缩裂掉。对，干烧会裂。对啊，就像这个你家把你那个水分进去的时候，有时候很容易就啪啪啪。然后这边火加大，加大了。对，蒜末炒香炒香菇。对，把笋丁放进来了。对，炊饭最好里面的配料，除了主食材，你主要想要凸显它的，凸显它的大概都尽量细碎一点，让每一口都吃得到。对，陈哥，你这样手放在上面不会烫吗？你就给他一点时间嘛，他待会就烫到了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这边先用熟饭。对，我认为平常可以生米煮成熟饭的，那炊饭是这样的，生米会比较生米这样弄。熟度会比较好。生米的话，一样是在这个时候加进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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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是生米这样子，不用炒了，直接然后把料放进去，就像炊饭炊出来，像煲仔饭这样。不要慢慢，不要那种炒底的。炊饭比较少炒底，是直接盖新鲜料就行。就全部料，它是盖新鲜料在上面，就像煮饭嘛。对。要汤哦，你用这个汤啊。没有，我刚才原本是要用这里的汤。那个蛋菜应该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哦，妈祖蛋菜很美。这边的汤汁其实是差不多。它是用龙虾汤去熬的，这个是虾。哦，这颗没开。大鼠最后一分钟，加油！不用那么多，不然再下去可能会变炖饭。倒进来。对对对，我本来是要用这边的汤汁，但是因为怕时间来不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了，如果用那边的汤汁就可以了，小小放进去再让弄一下的。那饭这颗就把它埋在里面了。OK， 原来还没开。
小心小心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糖就哦就发黑了。我有注意，水泡直接捞一个半的锅，硬糖发泡，那这要拍上去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蛇子，原来蟹肉是这个，是这样，对。然后这个妈祖蛋菜插进去，一定要插的跟野柳女王头一样插的，铁砂掌，铁砂掌，稍微把它剥开，待会就可以这用这个壳，用壳去挖壳，壳挖肉，要用壳去挖饭哦，对对哦，哇，龟卵，龟卵，刚刚好，刚好，海皇宫，还有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葱花，渔夫海味虾汁炊饭完成。赢的就可以吃，请就位。型男演技王，高铁国小的同学首先准备吃的是，有一个是好吃的面线，哦，那另外两个有加了很多臭的鱼露面线，鱼露面线不是臭豆腐面线，咸鲜合一，对，然后还放了鱼露在这里啊，怕混淆视听。让你们在不吃到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。你先，我先，活泼的先来。两口。哦，你们家很多哎，这样怎么？也不知道他那个传出来，这个传出来的好臭。对。哎，你们学校的人都臭臭的，是不是？好臭，很恐怖哎。詹姆斯，然后把秋宝留在后面。他真的加很重。要演成不好吃，都多难演。他所有的男子表情差不多都这样子。哦哦哦耶哦耶！啊，很辛苦哦，来，准备，请开始。呼吸要呼吸啊！呼吸，突然静音啊！你猜谁吃到正常的？轩。哎呦，你很少参加这个单元，对不对？但我在旁边会观察。哎呦，大家的反应，大家的反应，然后我再回测一下，这样。你在底下观察都有猜对吗？有时候会错啊，错的比较多还是正确比较多？错的比较多。还在练习。你猜谁？我刚本来想猜秋宝啦，可是母式的动作跟整体跟往常比较不一样，有点不一样。我比较偏向母式吃到正常。来猜拳，赢人出去。卓文萱、詹姆斯选一个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哎，我们这是赢得出去吃嘛？对啊，赢得出去。我刚说赢得出去，对。真的啦，我就记得我以前说赢的，我说的太快了，这样，那我的话就不收了。刚好他赢啊，我们今天刚好改，好，刚好赢得出去。有要改吗？各位大哥，詹姆斯去。好。帅气。耶！好，出发什么的，来，应该就弹一下吧。对啊，同学弹一下。先说。我被吐，我被抓到，你们决定啊，我们一起啊。那才五十先。八取一。好。你要先来哈。先抽。啊！抽这个红还是白的？红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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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的。叫我先嘛，对。怎么会？不是最后的都没事吗？哦，鱼露刚才
很咸呢，詹姆士。是你叫他先抽的。我自己拉，陈哥拉。哈，你拉，等一下。哎，队长拉不对吗？哦。哎，你想我拉吗？佑生，你参与感在哪里？哦，就是制胜的关键啊，对。我来。不到不到啊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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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动啊！不要压我的肩膀。谁压你肩膀？准备好了啊？有没有交代什么？有凌迟的感觉。怎么你在干什么？这波在查。铁物架要重来了！哇，原来我没有看过你脖子，你脖子可以这么长啊！这顶女的帽子很少用，对，所以那个松紧带哎特别紧，不过你把它拉松了，没用我，没必要，好 OK 一屁没有用的啦，我跟你讲，好放手喽，一二三拉到，哦够了，我拿开了哦。哎呀，拉松他拉松比较没有用，松了松了 ，OK 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我们吃了，吃了，有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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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有有有红有红有红，哇，还好你拉松了，我都不敢看，有满满的海鲜味，说话，饭的质感如何？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会很腻，但是其实是很清爽。为什么你会觉得腻？因为通常炊饭没炊好的话，酱汁多了，就会把那个炊饭炊成像炖饭这样子啊，太烂。对，而且搭着那个蛋菜吃啊，上面是饭，然后底下咬到那个蛋菜，整个就爆酱。嗯，我不小心汤汁加多了，我怎么样要拿收？因为我这个汤汁比较有调味道了，所以我后面就不会加太多。我说万一我不小心加过多了，不要上盖了，汤汁全部加进去，然后煮成稀饭，哎也不错啊，也啊，一旦收不干，干脆索性加更多汤汁变稀饭，变稀饭，打不赢就加入，最后敲个蛋。专业的角度来说，确实是这样，改个形式吃，怎么了呢？好吃不是？就变海鲜粥，变海鲜粥，那怎么了呢？你广东说好吃哎，那说好的炊饭呢？下次喽。太有默契了，好好吃哦。马祖蛋菜可以做成这样，我们都是慢慢往上升的啊，是，步步高啊，第二道豪华带壳海鲜来到了第二棒，杰瑞师傅向我转，漂亮，我们再下一层，我们今天的团体奖就领导了啊，耶，哎呦，哟，同学会新锅子，它算是我今天要用的一个小帮手，它特别好用，哦，这一支呢，它是瑞恩的这个太酱锅，对。那这支太酱锅呢？它使用的是这个我们在造火箭、造这个太空船的这个钛金属。钛金属。对，而且这支锅子它的打造呢，是使用这个奈米熔钛技术来制造而成的，而且又耐高温600度，而且又抗腐蚀。对，钛金属的确在航太工程里面被广泛。没错没错，而且呢，它在这个医疗领域呢也被。常被受用，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心脏支架或者膝关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用到这个钛金属。用这么高级的金属来做？哎，没错，它算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一个金属。嗯，安全的哦。对，那它通过了这个 SGS 137项的这个无毒检测，那其中呢有一项叫做 PFAS 这一项呢，它就是严格把关了这里头呢要完全无毒哈，才可以去通过这个项目。那好，我今天带来的这个。带壳的海鲜，来，是的，菜名叫做珍味海鲜什锦煎，有虾子，有大憨，对，带壳大憨，还有干贝。那它主要呢，还是就是想，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就是顶级版的蚵仔煎的概念，对。那刚好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瑞恩的太酱锅来制作，来哦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前面我们先来调粉浆哦，这边地瓜粉。50克，然后再来米粉50克，然后还有混太白粉，对，都是以1:1的比例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会加入水，再来米粉、地瓜粉跟太白粉，对，大概是2:1的一个比例。哦，总粉的总重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粉是150克，然后加300cc的水。然后我们这里呢，会混一些胡椒粉跟一些盐巴带味道。会给它一点这个古早味的风味，放一些韭菜末进去。哦，韭菜末。那
然后这里呢，调味料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用这个没洗澡的海山酱，然后番茄酱。那是什么酱？第一个海山酱、番茄酱，还有这个辣豆瓣。对，基本上我这边的调这么辣，你加了义无反顾的哦。它那个辣豆，这个豆瓣酱我记得带甜，比较不咸，比较没那么辣。没错，那咸度的部分我们就用酱油来蘸。这边呢，我们混这个糯米粉进来。待会儿要做这个米浆酱，哎，米浆酱，对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就是先把这个酱汁的调味料呢先调好。那里头呢，我要放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花生粉哦，它带比较嘉义的一种在地风味。哦，嘉义那边的蚵仔煎呢，他喜欢调这个花生粉进去。所以你今天做的有东石渔港的味道的，哎，多少带一点古早味的风味，哎，古早味。那酱汁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进来先给它加热哈。哦，哎，其实很快，对，我放在后面煮，啊，它温度上来很快。刚刚那锅子完全不粘，这样是是是，漂亮，很漂亮。我现在就用少量的油呢来处理我们的海鲜。那这边呢，我们海鲜就直接下，哎，很挥洒的哦，大力挥洒的给它下，没关系哦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这个钛金属它有一个特点，它就不怕刮破。哦，不像，对，像我们用的这样，下去它挥洒都没问题。用铁铲哦，钛金属它的特性非常厉害。然后这里呢，把蒜末加进去。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他耐磨，他多用心呢。布了这个立式透明的一个锅盖，很方便。哦，不用架子，又漂亮。那一样呢？这里呢，我们来煎这个面糊的部分哦。那前面呢一样，少量的油。那我们来炒它的辛香料，洋葱，葱下。海鲜料要加盖吗？对。那我们这边加盖哦，因为它是透明，所以我们在整个料理的过程当中呢，很清晰的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料理里面的一个变化。哦，可以欣赏它的变化。这真的不会刮锅哦。它不刮锅，不刮锅。在家里妈妈就方便，比较喜欢铁铲。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我们这个火力其实它没有到很大，但我们这样在炒的动作当中呢，它其实它的温度上升得很快。嗯，你后面那个酱已经很浓喽。哦，顾一下。是啊，你知道这个浓度的，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它不粘，我觉得也蛮好，蛮有诚意的。嗯，导热非常快。那这个煸完的一个洋葱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干贝一样放进来一起炒。干贝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豪华海鲜嘛，敢刮是不是？没安全感。不好意思，稍微炒了一下，好久没有看到铁铲这样刮。对，面糊呢就可以把它淋下去。真的，杰瑞师傅，哎，这锅子需要开锅吗？哎，基本上它不需要开锅，因为它里头有这个十万个除油的一个结构哦，十万个除油结构，所以说买回去洗一洗就可以用了。哎，洗干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用。吴师傅在家里做蚵仔煎是不是很挑锅子？蚵仔煎通常它会粘着嘛，对对，有时候在家里做蚵仔煎要很多油，对对，哦，要不然就很容易掉电哦。基本上一般在家做一些可能会掉掉的动作，然后都不掉，我觉得这蛮厉害。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家里来做这样蚵仔煎哦，它没办法就做到滑动，今天流动了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对啊，这是香的不得了。好，那盖子。你冷静，你冷静。下锅我们来带就好。好，这边哦，这边我觉得整个香气都带出来。Jerry 这样示范，一直觉得这边少了一个那个喇叭，有没有？对，试吃妈妈就盖起来了。很棒，很棒。倒数最后一分钟，青菜来下。这边呢，我们就补一点青菜进来，一样，焖一下，等一下就。酱汁、汤汁给它进来一些。哦，你要这样弄了哦。哎，焖一下。哦，真的很耐刮哈。你可以关火。这边熄火。这个上次我看能刮成这样，应该就是生铁锅才可以这样。对对对对。用这个铲子啦，铁铲。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哦，哇，花掉了。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一点点的花。继续计时。好的，那我们基本上呢，这边就是让菜熟就可以了。要把菜焖熟。对，焖熟。刚刚粉浆它也弄比较厚，对，这等于是一个家庭
家庭式的蛙煎。嗯，好，海鲜煎来，翻，哇，翻过去焖的速度比较快。翻过来刻意用铲子去刮，对，还刻意的刮一下。是这个，整集一直起鸡皮疙瘩。是被他的精彩的表现感，哎，对。但是妈妈炒菜就需要这样刮来刮去的。好的，基本上就是妈妈在做料理的时候不用担心刮过这件事情。哎，好，哇，松油饼，哇，升上去，厉害，松油饼。这边呢，我们再把这个海鲜适量的再铺上去，太多了吧？海皇宫又在线了吗？这属于啊。拉出来肉，你这属于蚵仔煎里面的一种佛跳墙，海鲜煎比较顶级的表现。对，嗯，它应该蚵仔煎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蚵啊，海鲜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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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他把它换成干贝在里面，没错，包在里面，都是带壳的，已经过了一分钟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边呢，把这个酱汁淋上去，耶，不得了，已经1分30秒了，哎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的 ，Jerry 师傅加油！再放上这个蔬菜丝，蔬菜丝，还有这个里面有葱丝、花生碎、紫高丽菜，还有鲑鱼，还有蒜碎，还有高丽菜、鲑鱼卵跟海苔丝。好的，鲑鱼卵给它撒上去。哇！现场倒数10秒，2分钟。嗯，10、9、8，一点点的海苔。六，好，完成。精彩了这一道，来吃它吧，接引就位。从陈佑生开始，你想干嘛？加油喽！是不是想想？小心哦！对对对，被发现了。开始。豪华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没有。豪华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没有。哎，你们自己要解决啊，你们自己解决。你认为陈佑生离你很远吗？就在隔壁啊！哎，观众朋友，你把电视坏掉了，关掉也要安静一点。开始，豪华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哎，好，换我了啊！没有了，不给我机会。他也没有，你没有了，那你也没喊中啊！来，继续，50万零，换我，对，开始，豪华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没有。豪华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。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四，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走。耶！耶！你好棒。六的情况。要换了吗？开始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三，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四，没有。好啊，天真崇拜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。最少零，最多四，预备，开始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没有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没有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一，没有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，到。碎，碎的，笨你。好，笨笨笨笨。笨你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一，到。换他，换他。快一点！开始。好啊，海鲜蒸澎湃，今晚是不是请人吃？二。哎，我还想慢煮一下呀。帅，帅。Sorry。帅。做球做得很厉害了，先抽水鬼，哎，不知道还不知道，先抽哦，先抽，哎，为什么这个？新的啊，就三选一啊。哦，好，等一下谁要先？不知道。对，来猜拳了，猜拳，赢的选，赢的选，哎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的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为什么要扮猪？你要先还是最后？这个我第二个，谁第一个？我先，我先，谁第一个？你嘛，第一个。是，来，我要。你要一是不是？你说。他就三了哦。嗯。好，来来来。C。
谁是衰鬼来收的？男的。比较少出现蓝的，你要嘛就抽蓝的，不然就别颜色还是有机会。好了，不要蓝的，不要蓝的，来来来。抽到一个蓝的，黄的，我没事，我没 K 呀，太可怕了，最后抽一个，亚洲人。要争取第一个时候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对啊，哎，不一定啊，很难想啊，对啊，胜负未明嘛，抽到了，现在50-50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会那么衰吧？姜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帮你拿。再抽那个，我们今天有整他吗？没有吧？没有生日，没有蛋糕，没有蛋糕，还在做，还在做。好，你自己选一个啊。准备啊，姜老师。我们好奇啊，这里面是什么？给阿健给一个大白鲨的音乐，对。请选择。究竟是百万奖金还是基金？那个还是低那个？确定了？你选择那个对不对？要先开其他给你看吗？随便啦。直接开，开。啊！又是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再弹一下。哦，那其他是什么？他红的还没退耶。哦哦，哇，夹打的。哦，我本来要选这个的。到底有多衰？好可怕哦！哎，你要不要等一下你就带着这一顶就好了？你们两个一定输啊！我是没那么看好啊。今天蛮衰的。别别别！我要瞧帽子，哎，奇怪，你发型很重要啊，没有啊，发型很重要，很紧，哎，松到你看，那都灵体啊，会飞走哦，太松，来，好可怜哦，刚的伤口上面再打一次，手走开，上来顶着，哦，那就是好标准的哦，镜头看到标准的，拿开，要不要讲话？那个伤口是一模一样的地方啊，一样的地方，还没有消肿就打了你，微血管刚刚爆裂，声音都变了，这样敏感，一样的地方，这应该像超高的吧？第一下是红，这一下是有点绿绿的，这样。淤青我就找你，不会，要乐福，要乐福了，来石井进来，耶耶耶，哎。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大韩，怎么会输了？所以基本上这个蛤蜊它是很有口感。嗯嗯，那我们可以吃一下这个粉浆哦。其实它跟一般的蚵仔煎，它那种口感显得特别清新清爽。因为我们今天用这个50克的糯米粉，50克的再来米粉，还有50克的太白粉。嗯，这锅子今天扮演了非常好的效果。没错，因为它这只锅子的特性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少很少的油来制作我们的蚵仔煎。对，那不管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要，比如说要煎东西，煎鱼啊，或者是煎蛋，其实用一点点的油，我们就可以来制作。对，然后这一只锅子呢，它有这个30公分跟这个34公分的一个锅型，两个尺寸。对，两个尺寸。那随着这个锅子呢，都会附这个立式的透明锅盖，很棒。而且最棒的是它不挑炉具哦，不挑炉具。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卡斯炉啊、IH 炉、电磁炉这一些，我们都适用，通通都可以。没错，很方便，而且不用开锅。对，
其实它是使用这个钛合金，所以它上面完全没有涂层，所以我们完全不用去思考说这个有涂层会剥落，对，涂层会剥落的一个问题。嗯，好方便哦。这个甚至你只要抹用餐巾纸抹上一点点的油去煎这个蛋，都可以煎得很完美。掌声鼓励。最后一道给好久不见的蔡师傅向后转。哦，快饱了，快饱了。哎，好了，九孔包它出现了，还有螃蟹这里。我们先讲菜名好了，菜名叫帅壳海鲜的菜名叫做韩藏海鲜炸羊羔。韩藏，韩藏海鲜炸羊羔。韩藏，韩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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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韩式的酱了。是，海鲜炸年糕啊。是，哎呦。里面用到了九孔包、昆布，还有萝卜炖的高汤，是啊，煮好了，还有，然后这边是蟹肉，对，蟹肉，好香，蟹肉，还有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吧？对，没有说两种海鲜，还有等一下要炸。年糕是熟的还是生的？啊，这个是烫过的，已经烫过熟的，烫过的哦，但它很特别，有加洛梨，是，洛梨很特别，加洛梨，等一下要做一张，来哦，计时开始。加第一个的话呢，这个汤也稍微炸一下，还有羊羔的温度啊，油温呢？油温到大概175到180都可以哦，170到180。还有这个炸的时候不要太多炸哦，因为它很容易泡，会爆，会爆，对，爆，所以外面做炸太久，酥酥的感觉出来就就像不炸那个温度的话就温170到180。那我们年糕要退冰再来炸吗？它已经烫熟了，烫熟了，它爽口感很好。对对对，还有年糕的话，市场看的时候有面粉做出来跟米做出来的，对，但是米做是好好的年糕，所以这油还要用吗？不用不用，这样耳朵会打到耳朵会痛。这样就我开始准备一个醋辣酱，三次的颁奖。连三次的话，今天奖品是给我吧？火鸡对，火鸡准备。你加的是玉米糖浆跟韩式辣酱，韩式辣酱，还有糖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白糖，大蒜，蒜末，蒜末，蒜末半汤匙，还有醋，醋，白醋，对，白醋大概一汤匙。是，这个是韩国生鱼片店。韩国也有三鱼片，三鱼对，哪个张张的张，等于是一个韩式的甜酸甜甜酸辣酱，对，韩式辣酱是。时间过了一分钟，加这边的准备好，这边就。韩国人喜欢吃炸年糕吗？这年糕喜欢，也喜欢，应该说韩国人喜欢吃年糕。对啦，你会喜欢吃年糕，所以我们要炒要煮，然后要卤辣酱。都有，后来料理变化比我们还多。这还有年糕啊？对，我们这边有过年会煎嘛，雪菜年糕，还有没有年糕片？我们是年糕片啊，这个形状的好像比较少，比较讨喜，方便吃。还有左公吃的时候，不建议吃的地方在这里，一个地方是嘴巴，嘴巴拿掉，还有多一个是嘴巴的后面的这个内脏部位，这是内脏，对，这是它的嘴巴的这个喉咙，哦，它的比较多细菌比较多的地方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它的消化道了，是是是，不要吃比较好。它的内脏可以吃吧？其实内脏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内脏也一样，这边凸出来的地方，这边是不要吃的，要拉开里面洗一洗吃，这样子不是直接吃。因为这个里面的比较多的脏脏的，会有沙子啊，什么什么杂质，还是要处理过，是要处理过才可以吃的。时间过两分钟，哦，它里面的嘴还是要拿掉的，嘴要拿掉，不然吃起来不健康，也会硌牙，也硌牙。这样就大概切一下，哇，它全部不用哎，那我们可是韩国鲍鱼的鲍鱼粥一定要有这个济州岛，对，一定要有这个内脏，对对。粥比较多，粥对啊，粥，济州岛的粥，对，粥，鲍鱼粥，济州岛的粥，对，粥。这之后，里面的洛梨，还有冲绳岛的葱，还有香菜，人家有这样讲吗？还有辣椒酱，刚刚讲的辣椒酱，香港的，香港的香菜，挺好。时间剩下两分钟，加这边的，还有 lemon 汁一点点，进去一下。这是荆棘吗？荆棘的啊，荆棘加三度一点点的
荆棘不是荆棘，荆棘荆棘谁受得了？荆棘酱，荆棘的酸很有魅力，荆棘的酸很有那个魅力。假设说，其实一个烫熟的年糕，别的大概一寸这样，将近不到两寸，串在一起跟沙爹一样。炸一下，170-180度炸个一分钟，对，外面酥脆的感觉，脆脆的就可以了。大水做一分钟。然后弄了一个石板的，就家里比如说装潢用多了一个地砖，有没有？我有。然后就拿来随便涂一点颜料，它就有一种工业风啊，有一种工业。其实很豪迈，看起来。豪迈。很下酒。这样看就是一个很豪迈的人。有些的话，就已经鲜味还蛮过的，所以基本的一些的川都，还有橄榄有一点点。看是不是蟹肉吗？对，蟹肉，是原味啊。蟹肉。好大啊，很大。哇哦，哇。它有点像那种西班牙的 tapas， 但是后面下面把它改成是年糕，它就是韩国首尔的 tapas。嗯，好，开始乱丢了，来，挥洒艺术。哇！继续计时。这颜色看起来好美哦。嗯。缤纷。对啊。虾软效果不错，颜色马上跳。它的食用色素染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难怪有的看你的橘一点，红一点不一样。对，很多颜色，红一点是飞鱼染，橘的是虾软。啊，是吗 ？A B 狗跟 T B 狗是没？嗯，我之前看过还有黑色的，我看过蓝紫色。来，我猜。你这个汤有用在里面吗？这个餐厅来说的做煮汤的就可以用。那今天真正的汤哦，用来煮鲍鱼。对的，鲍鱼的。啊，说难的。干嘛讲日文？当然喽。来，请坐。想到讲什么？我们三位演技要表现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嗯。玩丰盛。来，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你吃槟榔。你们就是这样。你吃槟榔没有看到？光度都。你都在配件哈。对呀。你们要吃的是好吃的抹茶卷心酥，完了啊，一样颜色的啦，另外同样颜色，同样颜色的芥末，我们就尽量演啦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谁先？想先看谁演？吴秉辰，好吧，吴秉辰师傅。哇，很浓哎！哎，我很像，我怕打开他妈跟蛋卷一样长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我那也是吃半杯。要吐汁吧！他这一次的表演风格改了。哦，他表演风格改了。好，下一位。下一个要谁？太诚实了吧！等一下，陈哥。我顺着过来。他们切得很平均的，我们要线又再塞回去，就饼干的呢，哦，来了，跑要跑哦，要冲上来才会跑，好诚实的身体哦，你就哭了你。小生，放太多了。你要棒了，尿急是不是 ？OK。我觉得佑生吃到正常的。就身体上面来看，应该是有什么正常？两个眼睛都红的，对，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那猜拳啊，输了去吃啊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
剪刀石头布。哇！要赢了吧？要赢一次了吧？好厉害！好，等一下，期待的。哇，这个蟹肉好大。罗里酱一斤。好韩国的味道。嗯，就是韩国吗？芝麻香油。是，还有一点点酸味跟辣味。它酸味很暧昧，然后辣也不是明显。暧昧，没有，就是那么有点顶酸。你刚才蟹肉只有放了一点柠檬汁跟橄榄油而已。柠檬汁橄榄油是。比年糕好吃哦。对，那年糕搭这个辣酱，是非常搭，很不无聊的一道菜，不无聊，每一口都有精，都精彩，变化万千。好了，用力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同学打，这个一定要压轴，就这样，谁要抽？我先抽，你先，你们要谁第二啊？我最后，最后是绿色。真的是绿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啦，绿绿色应该就是绿色，我觉得就是绿，我觉得你印堂发黑，不可能。好开心，万众期待。这不是啥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站远一点。那你觉得你想要点哪一块？这边，这边是。詹姆斯拿出你打高尔夫球跟网球的力道。来喽！在颤抖。腿软。好扎实哦，钻进去，还会滑上去。上树。结束了，没有上树了。结束了，没有上树。哇，原来没有穿牛仔裤有亏耶！不是，大牛仔裤搞了，你看啊，没穿的被打。哎，我今天可是出门发现没有带牛仔裤，我折回去拿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傅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下期大家准时收看《型男大赌徒》。祝所有喜欢《型男图》的朋友天天都幸福。型男新厨验收串雷蛋，主厨喊咔抢就花招不断。我基本上两个小时就要吃一片鸡胸肉。我们嘿，不是凤舞酱要，这根本需要什么呢？你要赶上庆华摇的速度，你看他摇多快，稍微勾啊，不行，请趁机来坐右边，来坐右边，来坐右边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不用走。学长来把关，新厨抢分赛，师傅大乱斗，棒棒都精彩。我每次来型男，你们都说我有天分啊。来的客套话你也信？海星，你就不知道这种事情后面怎么说，你不会，我不会这样对你的，你知道的。啊？虽然你都趴上去看不到脸。好。他不是趴上去，他反正离桌面就近。哦，所以先直接把蛋打到九层塔里面去。哦，两边做法不一样。什么？有彩蛋哎！来，两边的厨师请出来帮忙翻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，太帅了吧！哎，两个进度一样哎，对啊，那两个好像一个补习班的，对啊，吴秉辰也是没有笑容了哦。本节目由甘味人生健力泰冠名赞助播出。